家好，我是 Elsa 謝永瑜啊。星期日咧就國際賽咯，相信咁多位馬迷啊都期待咗好耐啊。我哋就一齊拭目以待，睇下咁多個馬房同埋各位騎師有咩精彩嘅表現啦。大賽日咧捧大魔就係常識啊，但除咗大魔之外咧，今次咧我就睇好蘇偉賢同埋柏普合作嘅天長地久。呢只馬咧一路同柏普合作嘅成績都唔錯㗎，而且排位招咧柏普仲親自同佢試草集喎。加上啊近來柏普啊鬥志旺盛，擺明今次啊天長地久有力增勝啦。從翻我哋今次嘅心水先。二場七號的天長地久，想知道我哋美少女馬神下次俾咩心水，記得留意東周網美少女馬神啦。